无相认哦，无相认，我一边吊刀，一边食爱困药自杀。回去我甲佛祖请假，我讲我赶紧来拼这经济安尼，伊甲我祝福啦，伊讲吼，祝福你吼，你若爱什么就有什么安尼啦。一路起来代练那个静思仪，一天给他教一句两句，啊，咱两个给师父安心，对吧？啊，这囡仔是真古锥啊！